2018年11月11日，就在几亿人紧盯手机疯狂网购的时候，在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有一群人却是心静如水。他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科学测试。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巨大的厂房内灯火通明，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静静地矗立在厂房的中央，金色的隔热材料包裹在它的身上，着陆器的顶板上面固定着巡视器，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格外引人注目。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是同时生产的姊妹探测器，针对玉兔出现的问题，在嫦娥四号巡视器上都做了哪方面的改进呢？第一呢，我们在系统设计上对于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认识的提高之后呢，增加了这个各种这个走线的布局以及防护措施，让这种可能出现的短路让它不发生。第二个方法就在系统上做好呢系统的这个故障隔离的设计，就相当于当一个局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不让这个问题呢进一步去扩展。再过20多天，我们眼前的嫦娥四号探测器将永远离开地球，登陆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经感叹，月有阴晴圆缺，如果你经常举头望明月，就会发现无论月亮圆缺如何变化，月面上明暗区域的相对位置却几乎是不变的。月亮凝望地球的脸似乎从来不曾有过改变，从古至今，只要是站在地球上，人类就一直不曾看到过它的背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月球上来观察地球，就会发现地球几乎总是出现在天空当中的同一个位置。月球是不转的吗？其实，在月球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自转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按道理来说，站在地球上是可以一览月球全貌的。只可惜，那时候是几十亿年前，人类还没有诞生。宇宙空间中所有天体都会遵循万有引力的规律，地球与月球也不例外。由于它们之间巨大引力的方向与它们各自绕轴线自转的方向不一致，于是便产生了互相拉拽的效果，减慢了它们各自的自转速度。不仅如此，地球的引力还把月球拉成了椭圆的形状，凸起的一面朝向地球。夸张一点说，就像是一个尖儿冲着地球的鸡蛋。这种持续的相互引力作用，让月球的自转速度越来越慢。直到月球自转一圈的时间和它绕地球公转一圈的时间相同了，都是大约28天。月球终于被地球锁定，成了一个双面人。虽然自人类诞生以来，月亮就始终只有一面朝向着地球，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月球的背面是一个永远黑暗的世界。在农历每月的月初月末，
有19807米。有科学家认为，在太阳系形成早期，太阳系中存在着大量的天体物质，这些物质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逐渐汇聚吸积，形成行星这样的大天体。天体的质量越大，引力也就越大，因此地球作为大行星当然也会吸引小天体，而月球作为地球的卫星围绕地球运行，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引力场，多多少少也会吸引一些小天体飞来，所以被撞是很正常的事儿。而且有些小天体还可能与地球擦肩而过，反而被月球引力捕捉到，一头撞向月球。因为没有大气层的保护，这些小天体会毫无阻力地直接撞向月球，带来猛烈的撞击甚至大爆炸。由于小天体的速度非常高，即使质量很小也具有难以想象的能量，一个5000克的小天体就可以撞击产生一个直径数米的陨石坑，并建设起大量的物质。由于月面上没有风雨的洗刷与猛烈的地质构造活动，所以撞击形成的环形坑就一直保留下来了。在月面上，小的月坑直径只有几米甚至更小，大的直径超过100千米。直径大于1000米的环形坑总数达33000多个，占月球表面积的7%到10%。1178年6月25日的晚上，住在英国坎特伯雷的5位修道士目击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刚刚日落后不久，天空可以看到一弯新月，突然间上面的角裂成两半，火焰从裂缝中部腾空而起，像火、热煤和火星一样的东西洒向天空。天文学家认为，月球遭到撞击时，月面上会升起一股沉云，形状很像坎特伯雷的修道士所报告的那样。1976年，美国陨石学家杰克·哈通指出，修道士所描述的那个地区刚好有一个形成不久、样子还很年轻的撞击坑，它有很明显的辐射系。这个撞击坑叫做乔尔达诺布鲁诺。1972年5月13日，一颗小行星击中了月球，在月球上留下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陨石坑。这次撞击造成的月震被美国宇航员放置在月球表面的4个月震仪记录下来。按说地球比月球的引力要大，吸引的小天体要比月球多，为什么月球布满撞击坑，地球上却很少看到？其实每天大约有几10吨的流星体进入地球大气层，幸好流星体多数在大气中烧蚀，大多不会落到地面。地球上海洋面积占到71%，因此即便是没有被烧干净的流星体落下来，它还有71%的可能是掉到海里了。另外，地球上受雨雪风等天气因素的影响，岩石地貌会风化消失，地壳运动更是带来沧海桑田的变化，植被覆盖也会掩盖了陨石坑，人类及其他动物的生存活动都有可能改变陨石坑原貌。这是2013年2月15日，
在俄罗斯的车里亚宾斯克州萨特卡市附近，行车记录仪和监控摄像头记录下的景象。伴随着一道白光闪过天际，一块陨石从天而降，它坠落时发出数声巨响。人们在车里亚宾斯克州三处地点找到坠落的陨石碎片，其中一块落入切巴尔库利湖，并留下一个直径约八米的冰窟窿。利用嫦娥一号拍摄的三维全月图调制出来的月球彩色地形图，我们可以看到，在月球背面接近南极的地方有一大片幽蓝色的区域，这是一个盆地，它的名字叫做南极艾特肯盆地。月球是45亿年以前诞生，大概从月球正面我们能获得最多的是40亿年以来，包括这些海洋盆地的形成，包括那些斜长岩的古老岩石，但是我们还缺了一段。40亿年以前到月球形成的时候，那么我就希望能够找到更古老的那些岩石。刚好月球背面有一个巨大的撞击坑，是40亿年以前撞的，这里面后来又砸了很多小坑，把那些比40亿年更古老的石头全部拨开了，掀开了，你只要着陆到那儿去，一定是在更古老的石头上。这就是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肯盆地，它的直径大约2500千米，深约13千米，面积约49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半个中国陆地的面积。从盆地边缘的最高峰到盆地底部的最深处，垂直落差有1.5个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它是月球上最大最深的撞击坑，也是太阳系内已知的最大的盆地。在嫦娥三号落月探测取得成功后，作为备份的嫦娥四号到底还要不要发，发上去探哪里，在科学家中间争论了很长时间。对未知的世界保持那种探索的欲望，这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在确定嫦娥四号可去俯冲的时候，我们觉得到月球背面去开创一下人类的第一次。至于着陆呢，在月球正面那相当于我们在华北平原这一带相对平坦，但是月球背面着陆呢，就有点类似于像我们国家的云贵川这种丘陵地带或者大山地带，当然难度就大多了。当时也有专家表示过，就是月球背面其他国家都没有做到，咱们是不是能够做到？从我内心，我一直相信我们这个嫦娥三的这个探测器经过一定完善设计，增加一颗中继星，我们可以做到这个人类首次的月球背面着陆。在月球的正面，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地球，自然也就可以跟地球之间进行通信联络。但嫦娥四号登陆的地点是月球的背面，在这里发出的无线电波无法绕过月球与地球直接联系，所以嫦娥四号抵达月球后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通信关。航天员的航天服上也有很多的开关和按钮，航天员也很难直视它们。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在航天员的胳膊上绑上一面小镜子，通过这面镜子的反射可以看到开关的位置和功能。同理，科学家们在月球的上空安装一面反射镜，这样就可以让无线电波通过反射的方式到达地球保持联络。要实现在月球背面的探测，特别是着陆和巡视探测，那么中继通讯就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先决条件。
2018年5月21日，长征四号丙火箭一飞冲天，嫦娥四号的先锋官中继星鹊桥首先踏上了旅程。火箭把鹊桥送到距地面200千米的空中，鹊桥首先展开了太阳能板，之后惊奇的一幕发生了，在鹊桥的前端张开了一张金色的大伞，这张伞的直径有4.2米，它就是鹊桥上的核心设备中继天线。20多天后，鹊桥成功到达预定位置。地球围绕太阳，月球围绕地球，这些都是引力造成的。在两个天体之间，存在着引力动平衡点。在这样一个点上呢，地球、月球对航天器的引力和航天器在这一点上运行的离心力刚好达到了平衡。飞行器在这个轨道上运行的时候呢，它就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月球背面的地月引力平衡点距离月球约6.5万千米，鹊桥中继星就在围绕这个点的轨道上飞行。我们把它叫做运轨道，之所以叫做运轨道，相当于我们在地球往月球方向看这个轨道的时候，这个卫星绕出来的轨道就像围绕月球的一个运，在这个轨道上运行，它能够与月球背面的着陆器和探测器实现连续不间断的通讯。鹊桥要承担着着陆器、巡视器与地面间的双向三方通话。不仅要传达地面指令给月背上的这两个小家伙，也要把他们的探测成果传回地面。鹊桥体现了中国智慧，它实现了长久以来人类在月球背面建立中继通信的梦想。在崎岖不平的月球背面，选择一个满足科学和工程多重约束的着陆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冯卡门坑位于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西北部，撞击坑东西方向约为200千米，南北向约为160千米，面积约37600平方千米，比海南岛略大一点。撞击坑底部被玄武岩覆盖，比较平坦，平均海拔-5852米，最深处达到-6621米。在坑的中部有中央峰，中央峰长45.5千米，宽13.7千米，高出坑底部约1565米。从工程角度来讲，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月球的正背面，中间是比较有利于我们的着陆器和我们的鹊桥进行通讯的。纬度方向的选择的话呢，主要是考虑它的太阳光照，如果太靠近赤道的话呢，这个时候的月球表面的温度会太高，靠太南的话呢，温度又太低，光照不够，所以我们选择南纬45度这样一个区域。最终嫦娥四号确定落在月球背面，首选着陆地点就在古老而充满月球奥秘的南极艾特肯盆地当中的冯卡门撞击坑。西奥多·冯卡门1881年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犹太家庭，毕业于哥廷根大学，1936年加入美国籍。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应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1936年的一天，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冯卡门接待了一位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中国学生。
据冯卡门回忆，这个个子不高、仪表严肃的年轻人异常准确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他思维的敏捷和富于智慧顿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建议他转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深造。这个中国留学生就是钱学森。初到加州理工不久，钱学森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搞起来火箭研究。起初他们的研究得到冯卡门支持，可以利用学校的实验室设备进行试验。但是随后的试验多次失败，并且给校园造成许多灾难性的损失。全校师生称他们是自杀小组。他们被赶出校园，搬到郊外干枯河床上进行试验。于是这个地方就成了美国火箭的摇篮，后来发展成为全球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1938年的秋天，冯卡门参加一个军方会议，军方希望发明一种火箭能够助推重型轰炸机。冯卡门回到学校后，立即找自杀小组商讨火箭推进方法。在冯卡门的支持下，钱学森等人经过理论与实验反复验证，终于在1941年8月，火箭试飞取得成功。这种火箭助飞器很快就在二战时的美国空军得到战场应用。喷气推进实验室刚成立时，冯卡门是第一任主任，钱学森是研究分析组的组长。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伟长、郭永怀年轻时都曾在这里工作过。与此同时，冯卡门要求钱学森把两大命题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从而建立崭新的亚音速空气动力学和超音速空气动力学。而其中一个命题就是后来著名的卡门钱公式。这个公式是由冯卡门提出命题，钱学森做出结果。1950年，钱学森计划回国，他和夫人在港口准备乘船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将其关押进监狱。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得知这个消息，立刻为钱学森筹款15,000美元，将钱学森保释出来。1955年，钱学森终于获准离开美国。在回国前夕，他向老师告别时，冯卡门翻看了钱学森的新著《工程控制论》，然后说道：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我为你感到骄傲。他送给钱学森自己的近照，并签名留念：不久再见。然而，这对师生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20世纪70年代，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将月球背面的一处撞击坑命名为冯卡门坑。历史总是会出现很多让人浮想联翩的机缘巧合。新中国的航天事业是由钱学森这样的老一代科学家开创的。2019年，中国新一代的航天人在月球背面与冯卡门这位人类航天领域的巨匠不期而遇。嫦娥四号探测器首选着陆点就在冯卡门坑。已经是初冬时节，坐落在大凉山深处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依然是漫山苍翠。2018年11月10日，在火箭测试厂房中，
执行嫦娥四号发射任务的长三乙火箭正在进行安装调试。三级火箭、助推火箭、整流罩都静静地躺在厂房中。这是2018年长征三号系列火箭第14次来到这里。在最近的一次发射任务中，长征三号乙火箭顺利地将北斗导航系统的两颗卫星发射升空。2018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创造了新的纪录，全年完成17次发射任务，这个数字几乎是之前最高年份的两倍，平均每20天就会有一枚火箭发射升空。面对如此高密度发射任务，发射场系统时刻绷紧安全这根线。我们航天也有一句老话，叫一次成功不等于次次成功，成功不等于成熟，成熟不等于可靠，成功就是差一点的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的成功。2018年12月8日凌晨，执行嫦娥四号发射任务的长征三号乙火箭已经矗立在二号发射塔架上。